呀一下子到零零。这位男生李弘毅告诉大家，你今年多大？17岁。十七岁。哎，你们俩怎么了？开什么？那边都没反应的，我们反应什么？我最讨厌年纪比我小的，长得还比我高。那怎么说啊？李弘毅17岁，他青春的不得了的，这个叫宋轶，掌声送给两位，欢迎。弘毅17岁，哎，其实还在上学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还在上学。但是你已经有拍戏。对，我是一边拍一边学习。我看到一张剧照，我发现你在学习和演戏当中真的很迷茫，就这张剧照。这个其实是我凶狠的眼神。这个眼神叫凶狠。对，拍这场戏的时候，这个眼神的确是蛮凶狠的，只是灯打得我眼睛睁不开，所以就变成了这样。好 ，OK。